单脚站立，顺着呼吸伸展筋骨。青年们在老师引导下专注动作。菲律宾苗格绿圆通寺社教班把课程从教室移地到户外，师生在绿地上展开禅修，藉由瑜伽静心冥想，放松身心，净化烦恼。混组游戏玩得不亦乐乎，其中包括游泳池、划船等等各式活动，让孩子尽情享受。社交班藉由户外课程培养集体创作团结的理念，从动态到静态禅静身心，促进孩子们心灵与社交层面成长茁壮，为了持续行三口服务他人。本节目是菲律宾苗歌律综合报道。